痛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你怎么那么烂？你怎么那么烂？啊！你怎么那么烂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到 Skin Club 环节啦。Skin Club 这是我们的 CS2 的开箱网站，可以在里面呢找到许许多多 CS2 的皮肤造型，然后你可以在每个箱子里面选择你喜欢的箱子。来开启喜欢的造型，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 Skin Club 的公平性，它可以，它会在我们这个各种 CS 的赛事上面，然后它是个赞助商，那也赞助了一些许许多的队伍，像是小蜜蜂跟这个我们的凯瑞根，它也提供了我们好闲宝的这个优惠，那只要输入我的优惠代码，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优惠，然后它也提供我们信用卡、银联卡、PayPal。行动支付、加密货币等等的这个储值的方式，在我们的影片呢订阅，然后按赞留言，那就可以参加我们小活动。每个月呢，我会抽出一个幸运儿，然后拿到我们一些在 Skin Club 获得的一些小皮肤。那欢迎大家踊跃参加，只要按赞留言订阅我的频道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抽香香。这个礼拜又有观众跟我说，他在 Skin Club 抽到一个小手套啊，感觉不错，确实是有回馈的。至少我的观众都会跟我们回馈一些情报啊，就是说自己抽到什么好物。但是大家也不要太那个、啊、太上头，好不好？就是当作花个零用钱，然后运气运气，刮刮乐，类似打刮刮乐，确实是有机会的，大家可以小试身手啦。当然，你没有十足的把握，那也没关系，你只要在影片下面留言，然后按赞订阅我的频道，那我就会抽出几个幸运儿，给你一个小小的皮肤。那再欢迎大家多多支持。哇，有有这个。这把小赚小骗一点回来，大家还是多多支持我们的 YT 频道，好不好？然后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或者是在实况上面说。偶尔来看一下我的直播 ，YT 有 YT 的观众啊，我知道，也会到我们的实况支持的。这个三美的，就是亏比较少啊，讲实在的，你看我都抽到一点多的，亏一点点。再下去找这个箱子抽好了，感觉抽这个也蛮好玩的，随便抽抽，冲！来个手套吧，那么多个，哎，悠悠枪，可恶！也可以跟朋友合资啦，一人出个几十美金，然后拿到就平分这样，再一个。手套，好多手套啊！我靠，这100块是怎样？这100块如果给我抽到这个14块的，我可能会哭出来。一个，试试看。靠！幸好啊，小亏小亏小亏亏，这有点刺激，不要玩太多，心脏受不了。嘿嘿，又是这个蛙，抽一下这个蛙。好丑啊！穿长刀，哇！0点，丑蛙太不给面子了吧？何况我们有这个贴图哎，青蛤蟆啦！我恨你。通常我输烂的时候就是来背头了，受不了。逆风翻盘，注意啦！哎、欸，这个紫色的还比较低哦。喂，怎么那么尖、欸？有嘛？对嘛？就是我鱼子大一点点。小赢一枚，怎么样？来啦，两箱决胜布。哇哩嘞！逆风翻盘，翻个屁呀、啊！我天哪、啊，输烂，来。好像很常遇到，然后这个已经遇到第二次了吗？
哟。还行还行还行，来一个猛的，完了。靠队友凯瑞，他一个人拿了 3.49， 不然来拼一个大门的啦，要玩玩大一点啦，20块。来啊！为什么这个红色才一枚啊？颜色都乱给。啊、这个蓝色哦，没有，没事。所以说这颜色比较丑。哇，还好还好还好，小赢小赢小赢。你要知道啊，这边拿到 skin 是全部到你的物品库里面了、啊，所以其实玩 battle 模式有个好处哦，就是你会有一堆 skin 可以刷。如果你运气够好，又抽到很猛的。哇靠嘞！完啦，包起来啦，17块是怎样？拜托级嘞，逆风翻一个盘、啊，我直接包起来。他那个17块，像刚拿到那个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这个啦。没有，我拿到一堆，要做赢来的。可利尔过关吧，不会再滑，不要再滑了。阿嘞阿嘞阿嘞，基本上就是1.5了。你心脏大颗一点，可以2了。我就想说慢慢来就好，不急不徐，慢慢升级上去啊、哦。60%，基本上几率是稳过的。野火完了，这一看就知道要倒了啊！哈哈，再一次好了，物品库太多那个了，不调了，就这样，听天由命。看今天是不是输烂的日子？再过去一点点。上礼拜小赢啊，这礼拜直接输烂，完全不行。那我们今天 Skin Club 也就差不多介绍到这里，大家也要记得好不好？参加我们这个小活动，留言、按赞、订阅，那每个月就抽一个幸运的小朋友、好朋友。Skin Club 下次见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不同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